给个拥抱，恰恰舞到高潮，恰恰整个世界跟着我摇。极力祝今天演唱会成功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他不是前四天，他不是说送医吗？我吓得要死。我问他说还好，他说是旧伤。那因为我从小跟他一起住嘛，他从小不是我从小，他从小，我知道他以前练武有很多旧伤。他跟我讲说是旧伤发作，他叫我不要担心。他说今天逼我一定要看完。我本来跟他讲说我三分之二就要走了，他说不行，我要看完，被强迫要看完，我第一次要看完的。啊！我没有送花哎，我现在看到一堆花。好了好了，你也不在意有那么多，对啊，没有就忘记了。最近很忙啊。那我之后有打算跟小鹿来个什么样的合体？那要看他咯，他比较大牌咯。大牌，你们跟他讲，我比他大牌。这自己的孩子，他要我做什么都好。哎，今天叫我留下来，他啊，我应该给你们看手机。他说我知道你不等人，他说。但你叫我看到最后，我只能看啊。如果他可以唱他的成名曲《恰恰舞池》，我会高兴死。但他一直不愿意，他说那是以前幼稚的回忆。哎，那是他红的第一首歌。哎，罗志祥记得哦，给个拥抱，恰恰舞到高潮，恰恰整个世界跟着我摇，对不对？还不错吧。